各位舞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介绍通背钱。中国通背钱的品种很多，有少林通背、百烟通背、披挂通背、六合通背。我今天所介绍的是五行通背。什么位置五行通背呢？就外形是模仿五种咽喉的动作习性而演练，内在是对金木水火土，也就我们所说的心肝脾肺肾而来练习的五行通背拳。第一掌，第一小节，甩掌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车翻位练习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现在介绍的是第二小节，摔掌的对练，有定步，有滑步，有前进步。现在给大家做饭一次，敬礼。第二个左右一步，第三个前后步，现在介绍第三小节，通背五行掌的摔掌的实用法。慢的，快速，第二掌拍掌，车翻位，第二掌拍掌的对练，第二小节左右一步，第二掌拍掌的实用法，
第三掌穿掌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侧方位，第三掌穿掌的对练，所有花布第三掌穿掌的实用法，第四掌劈掌，慢动作，侧方位，第四掌劈掌的对练，第四掌劈掌的实用法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第五掌中前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侧方位，第五掌中前的对练，好，开始。Thank you.
第五展中前的实用法，慢动作，快动作，现在我把五行掌甩拍穿皮中联系的练一遍给大家看，先练慢的，现在快速的练一遍。